这个为什么要剁一下呢？入味，给它入味哈。两大腿有多少啊？三四百斤哈。这个下油锅要炸多长时间？这个羊蹄放油锅里面炸，它起到什么效果呢？就是上色，颜色比较好看。用来好吃。是专门有人帮您收购的，对，也专门往这送，全部都是本地产的，直到明天的，这是不能出，还得再走一遍，浸泡几个小时再出，没分的，就这一家，有的好多人就来学了没教，没加盟过，74，他家那个卤羊皮味道怎么样？不好吃。我是这边的，你不是这边人哈？在酒店的。没有。在酒店。干这个干了多少年了？3年了。一直就在这个地方。一直住在那个。54。7。这一锅能煮3杯鸡。当年都能卖完，前年都去上也还不够卖的嘞。行，就我。非常好吃。我是从商丘过来的，从市区过来的。这个就是商丘鱼城非常有名的麻辣羊蹄，这羊蹄它卖的是30块钱一斤，我们这里面是50块钱的。你看它这个做的特别软的，来骨头都掉下来了。就是那种麻辣味的，吃到嘴里面啊，有点黏嘴的感觉。吃羊蹄实际上主要就是吃它这个皮和里面的筋，它的羊蹄煮的时间比较长，所以吃起来呢就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，骨头晃晃就掉下来了。这个羊蹄啊，如果说配上酒的话，应该是很好的一道下酒菜，非常香。虽然是麻辣味的，但是我觉得它这个辣度啊，还是可以接受的。他家就那么一个小店，就光这个羊蹄一天要卖300斤，你多了你还买不到，他一天只做300斤。最夸张的，他就是用那个出锅的时候啊，他都用那个吊车吊这个羊蹄，我还第一次见。